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有两个桂林的朋友想买那五头牛，现在过来叫我带他过去看一下，现在准备跟他一起过去看那五头牛。路程也不远，开个十来分钟就到了。由于前面有一段路程是圣松的水泥路，一旦下点雨，车子根本就开不进去，只能步行走路过去。现在到达牛栏这里了，两位老板进去仔细的看看。由于桂林的这两位老板说只想要两头，所以现在也没有成交成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双击加关注。